嘅説明咧，其實香港會自行制定文化政策啦，亦都會用呢個法律咧去保障一啲創作人啦喺佢哋嘅文化創作入邊一得到嘅成果同埋一啲合法嘅權益嘅喎。哇，好犀利啊！你哋咧連介紹基本法咧，呢兩個都係非常之合法，真係好好嘅拍檔。